我们家的大兔子又回来了啊！我们帮忙看一下，看这牛怎么样？西闸，还是个一代的。和我之前那头长得好像啊！养这种牛不香吗？养什么西门泰尔？像我们这个地方，西门泰尔和这种牛比啊，没有一点能比得上的。隔壁这一头就是一个西门泰尔四代的，看看两个人的区别，太大了。这牛身上一点花都没有。有很多人还在迷恋花，花有什么用？这家伙回来还没几天，还在调理中，再过段时间绝对不是这个样，得漂亮很多。不知道朋友们喜欢哪一种，反正我对这种西门泰尔是不感兴趣，还是喜欢那样的牛，花又少又省料，长势绝对比这种西门泰尔不会差。像我们南方地区啊，像这样的牛到了年底的时候卖肉，绝对比西门泰尔要吃香。